你就是台湾极限登岛吗？九州真男人世界巡回踢馆，九州真男人孟多准备征服台湾了。雄性荷尔蒙爆表的他，兴趣是破纪录，目前正在进行世界巡回踢馆。第一站，他将带着圣火挑战的地方，就是传说中的极限殿堂——桃园青年体验学习园区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一下，派出最强的教练给我。欢迎光临，我来帮你服务。我们极限冬运的挑战有：独木桥、击球、飞人、自我确保设施、攀岩、手足球跟弓箭。请问你想挑战哪一个？我都可以，我都会破纪录。Round One， 速度战，他要挑战的是信心击球，最快爬到顶端跳跃击球的人获胜。就这样，好简单啊！那什么东西？简单，简单。好了，加速了。啊，到了。你到了，好，来倒数啊，三、二、一，不会吧？你要干嘛？哇，可以了，给你们看，我都抢 ，peace of cake， 来，准备挑战，来了，啊，可以了，给你们看，我都抢 ，peace of cake， 来，看，等会我开始前，我想要这些字，是。哎，没办法站起来哎！哎，现在不是做效果，这个真的高得好可怕哦！妈的，说很简单，你上来看看呢！辛苦了，扶着把自己抬起来，对，好，很好。你要好好拍，我不要第二次哦。一跳，好，哟。相较只花15秒就完成项目的对手孟多，竟整整拖了快半小时台前才以失神状态落下。第一站孟多惨败。我跟你讲没关系嘛，先给他赢嘛，后面两站我会赢。 Round 2平衡战，这关要挑战的是高空独木桥，双方在9米高的独木桥摆出飞鸟平衡站姿，称最久的人获胜。我会赢。 Double biceps side of chestMost of muscular， 一只脚，我晃啊晃啊，哎呀，打算以身材优势吓唬对手的孟多，脚刚抬起便不慎滑落，天哪哎，哦哒哒哒，等一下，第二站，等一下，孟多秒败。我跟你讲，前面两个游戏不算，因为那个不是我的专业。给你看专业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我很会射，这个就是我的专业 ，professional。来 ，Round 3精准战，弓箭，双方各射3支箭，总分高的人获胜。10，这边吧。啊，再见。好死啊！声称不善高空战的孟多，原想在地面战扳回一城，不料还是技不如人呢、啊。为什么？今天只是他运气比较好，而且还输不起。九州真难忍啊！我肌肉量40。最终战，孟多完败。孟多的全球制霸巡回之旅在第一站就结束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桃园青年体验学习园区正推出 TYAC 极限冬运优惠方案，孟多你就练到爽吧！我要在你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我要成为全世界最强的男人。